洋基队资深强力投手克鲁伯暌违八个月重返大联盟投手丘，被定为球队的二号先发。旧金山巨人队22岁台湾小将邓凯威本季继续在大联盟热身赛出赛，在对战运动家队一役中登板，解决两名打者后退场。泰国羽球好手李美妙在超级300系列法国奥尔良羽球大师赛中错过得点的优势，惨遭泰国队友布沙南逆转。迈阿密男网名人赛，台湾名将卢彦勋陷入苦战，以2-6败给俄国头号种子选手梅德维夫。为了鼓励大众挺身反对网络上的种族主义和霸凌，法国足球传奇明星蒂埃里·亨利决定退出网络社交媒体。多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。请至当地 Toyota 经销商询问 We Make It Easy 活动，获得可靠的优惠。